Hello， 大家好。然后我饰演的呢，大家肯定都知道是杨华。然后他是一个奶茶狗，所以我就是牛奶加了我的茶。好，欢迎我们的奶茶狗杨华。哎，欢迎凯凯。凯凯今天这个跟平时杨华在家不太一样啊。哇，我刚刚都疯了，你知道我刚有多害怕吗？你怎么了？你经历了什么？你知道我刚短短这一两个小时经历了什么？我本来自己搞这些，因为我在家嘛。嗯，没有工作人员，我自己搞这些，我就比较手忙脚乱。然后停电了，然后刮胡刀坏了，我都傻了。所以你头上那个是用油做的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一吹头，我太小了，我直接拿那个喷雾就一顿喷，我说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刮胡刀也能出来。然后我想说完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刮胡刀坏了，然后停电了，哇！所以我们才能在今天的这个。大崛起的点映里的直播间看到最原生态的杨华。